我自己觉得它最棒的地方，这次呢导入了 Google 的多媒体系统，你的中控萤幕、你的全数位仪表、全部都是显示 Google 的导航。你预算又够的话，你买极光 R 你会觉得很爽，为什么？因为200出头万，你可以享受到320p 的那种等级。